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南向前行。我们今天节目也要继续延续我们的前两集，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我们台南跟日本啊这个友好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建立的。其实之前跟大家聊了我们台日友好交流协会其实他们的一个角色定位，为我们所谓的双方面的关系他们做了哪些努力的工作，那有哪些成果。那其实我们来到第二集的时候，我们比较把它锁定在所谓的教育的部分了，因为教育其实你只要做得好，这个交流能够根基打得稳哦，其实你后面要推很多的事情其实都会比较顺畅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其实是在我们的姐妹市的地界，还有在我们可能办了多少的活动啊，去促进双方面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还是邀请我们的社团法人，我们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的理事长郭正辉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理事长是不是也透过镜头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可以在这个就是这个频道可以跟大家见面哦。我是社团法人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我是郭正辉理事长。其实你可以发现哦，真的是讲到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啊，哇，可以滔滔不绝讲非常的多，不管是之前我们在做的工作，或者是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做的一些起心动念的这些来源哦，其实他都可以非常仔细的跟观众朋友做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因为台南人其实对日本来讲真的是不陌生，不管是哪一个城市，不管是透过旅游的部分，或者是一些可能一些展览啦、美食的部分，大家相信哦都不陌生。但我们现在必须要把它锁定在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流，这毕竟格局会比较不一样。我们协会大概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其实哦，城市跟城市的交流，它就会分成，就是说，我们会有一定会有前面。我们所谓的牵线的人哦，架桥的人哦，那架桥的人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团体比较多啦。像我们台南市跟仙台市，就是因为七系那个时候呢，我们台南有一个府城文化协会哦，他们就因为在推广七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跟仙台那边的地方人士结了缘。那透过地方的一些甚至有议员的团体哦，他们当地的议员也有进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其实很早哦就跟仙台市有结了这样的一个姐妹市哦。所以我常常讲哦，他朋友的交往哦一定先从比较没有压力的状态开始，对哦，就是从民间的交流开始，然后才慢慢的进入官方的一个体制。那仙台就是这样子，也是因为这样子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台南市跟仙台市的友好的日文就是要办哦，因为这一个活动呢我们是在日本做的哦，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十几年的往来，2006年签了协定之后，到今年迈入第13年哦，到底我们做了哪一些事情？那彼此之间的羁绊又是什么？羁绊就是所谓因为友情而产生这个的一个连结情分，这个搞不哎啊，所以姐妹城市哦，它由民间发起，由政府来接力，然后政府接力之后呢，它当然也有很多官方的协定，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友好城市在进行哦。那再来呢，又有那个民间来接力，民间继续再把它这一个饼再做大，慢慢的把不一样的面向的人都一起拉进来。所以其实除了我刚刚讲到七夕之外哦，这几年我们甚至还有残障人士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固定在每年的4月他们会来我们台南，我们也固定每年也会过去他们那边参与他们的活动。仙台是我们最早建立的一个姐妹市嘛，那其实你可以从这张照片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真的是我们所谓双方面的互动啊是非常紧密的。不只是说我们在311地震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透过音乐交流啦，然后可以透过一些文化啦、教育交流，甚至是福祉的交流，这些部分其实为什么会想说从姐妹式的羁绊上面要把它做得这么广呢？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个就是不好意思哦，因为其实这是日文的版本哦，我们在日本去做一个披露哦，希望能够让仙台人更认识我们台南，甚至认识台南跟仙台的感情哦，所以我们其实这一个板子哦是用日文版做的，也让大家来看看我们去年的一个展示的成绩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没有错，福祉是什么？福祉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福利啊，社会福利的一个交流。我刚刚就有提到，就残障人士的运动会，我们每年彼此你来我往，
互相在举办哦。那我甚至在去年我们还办了一个很特殊的音乐会，什么样的音乐会呢？就是失智症的老人他自己当合唱团的团员出来唱歌的音乐会。那我们把我跟白明奇教授合作，跟成大的白明奇教授合作，他是失智症权威，对，我们带了很多的朋友们，我们带了一个合唱的团体，过去跟仙台的这个失智症的一个协会，跟他们宫城县政府啊，仙台市政府一起合作，然后我们邀请了我们所有的演出者，除了学生之外啦，我们因为整个演唱会下来不可能都让长者们一直唱，我们就是中间有安排学生们一起进来，就是当作是其中的一个表演的活动。那主要的我们的表演者就是我们的失智症的老人，那运动更不用说了，运动其实它的年龄层就可以到很广，我们也有做到长者90岁的 Ground Golf地面高尔夫球的活动，我们也有去带着年轻的孩子们去参加他们的青叶季，一起跟他们跳雀舞，在大街上10000个人一起跳舞，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感觉上就是我们的交流其实有比较欢乐的，那当然也有比较温暖的部分，像您提到失智症长者的一个合唱表演嘛，那还有包含赈灾上面的交流的资源，这部分其实也是我们这几年着力比较大的。那这部分是不是理事长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其实大家应该知道311的时候台湾是全对日本来讲是全世界捐款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他们一直铭记在心哦。我常常都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不要再跟我们感谢了，因为事情已经过8年了，我到现在到今年都还是有人在讲，可以听到他们跟我说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当初捐的那一大笔款项，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其实过程中因为我从2012年开始，我就不断地去他们的灾区看每年一定会去，像我去年去了5趟。那我们透过我们给他的捐助，他们也给我们很好的学习。那我们也邀请他们过来看我们怎么样，透过他们给予我们的，因为人是互相往来的嘛。我们在2006的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地震，其实日本特别是宫城县他们也捐了很多的钱，整个日本其实捐了非常多的钱到台南来日本是大概是全世界捐给台南市最多的一个国家。那这里面呢，跟我们友好的城市加起来也是捐了很多的善款那我们也是透过这样子互相的友好的往来，他有灾难的时候，我们常讲好朋友是这样子嘛，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一把，然后我有需要的时候，你来帮我一把，那彼此就在这种互相惺惺相惜的过程，灾难中见真情。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做所谓的怎么赈灾的一个交流其实不单单只有仙台啦，包含说我们协会在熊本发生大地震，因为熊本也在我们2006的时候也捐了很多的款项给我们，也捐了一些善款给台南市政府。那个时候其实熊本一发生地震我们里监事就在讨论说，是不是我们协会也来发起来做一个捐募款的一个动作。那前前后后呢，我们这个捐助的活动做了快1年。为什么？因为台湾像我们协会要去做这个所谓的公开的劝募，他必须要去跟卫福部申请一个公开劝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账号，跟做一个申请报备，就是不能说我随便今天要募款我就可以募款。是，所以我们光是那一个流程就是从它发生地震到我们实际上可以去募款，我们总共走了3个月的流程，光是然后我们才可以正式开始对外募款。然后募款完之后呢，我们又有一段时间的募款的时间嘛，所以从4月、5月我们5月开始申请，我们实际上可以开始募款是8月。那8月开始募款，他不可能只募一个月嘛，我们就拉了一个半年的时间让大家可以来捐款。然后再到隔年，其实还要跟台湾的卫福部，就是中央政府那边去做一个结案，我们才能够把去报结，说我们对，我们才能募款了多少钱，才能够把钱捐出去。那我们总共去，我募了日币，大概算一算，大概日币27万块钱左右，26万多块，27万。那我自己个人又掏腰包，我又捐了，我就想说一个发嘛吧。对，我就也没有捐很多，我就把它凑的一个整数凑到28万，我就这样子原原本本募到多少钱，我们自己还添了数，把它捐到
熊本的熊本市区，然后帮助他们的熊本的神宫，嗯，也是一个历史建筑物，他们的国宝。对，那在那次的地震，它其实确实造成了不少的损害。是，那所以其实时间用了一点时间，但是彼此也当然又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感情，所以这个所谓的我常笑说，这个是我们的地震情谊啊，就是对方地震的时候我们帮忙，那我们地震的时候对方其实也来返回来拉我们一把。是是是，所以就是在这样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哦，我们透过这个震灾也在学习，也在成长，也在交朋友。嗯，我们私底下在聊的时候，其实因为像理事长提到的这种在患难中见真情的这种时候啊，其实它得间接促成了我们后来在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在去谈一些交流的可能性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好谈。当然也促成了后面很多陆续活动的举办，不管是说办一些讲坛会，或者是办一些地方的特产，或者是文物展等等之类的，甚至是可以有一个美食会等等之类的，这些是不是理事长也可以再进一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其实怎么会去办这么比较可能一般大家对于要认识日本都会从一些可能风景名胜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物产去认识，怎么会去做这种比较可以深入民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其实也是互相的一个起的一个善念啊。我们总觉得说，哎，如果有了交往的开始，嗯，那你总要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它持续下去嘛。那，怎么持续下去呢？它就必须要有一个间断，有一个方向，然后它是持续不断的在做的。所以我们就拿嘉禾市跟我们来讲好了。嘉禾市跟台南市，它有签了所谓的友好城市的协议。那签了之后呢，当然市府的往来也很绵密哦，就是你来我往这样子。那包含说我们在地震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第一时间哦，地震的隔天就派人来，他们的副市长亲自到，我们也非常的感动，也带了一笔善款哦。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总觉得说，哎，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又可以教育到我们的孩子，然后同时我们又可以让社会大众知道，哎，我们就想到了嘉禾市它很有名的就是九股烧，他们有一个就是美术馆，很大的一个美术馆，那他们常态都有在举办一些跟九股山相关的活动，那我就想有了一个想法，我跟他们提案说，哎，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定期的计划，我们每年就是透过国小学生的募件，小学生我们在你在四月份的时候，嘉禾市的国小的学生也是在画画，一起来投稿，我们的孩子在四月份的时候也在台南去投稿，那所以我们两边呢这样子互相募集了这一个所谓的这个画作之后呢，小学生的画作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烧成九股烧，我们把甄选出来的作品然后送到日本去，再烧成，请他们的职人烧成九股烧，那这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定了一个主题，我们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哎，两地的民情真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讲水果好了，我们的孩子就会画比如说像芒果，比如说像莲雾、凤梨等等之类的，这些热带的水果，那日本的孩子画什么呢？他们就会画苹果、樱桃、水蜜桃，比较含带的东西。那鱼的部分也是哦，像我们有一年哈，我们今年的那个主题就是那个海洋生物哦，那孩子们呢就会画出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鱼，你就会发现说，哎，他们的海域，因为他们是日本海，对，更能。那我们是台湾海峡跟太平洋。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两边的鱼种又不一样咯，这是不是也是在做教育？我们在做展览的同时也在做教育，然后我们透过孩子们的画，孩子画出来的画，然后当作一个样本，一个基础，然后再送到日本去，让九股烧的老师们，那些全部都是艺术家哦，然后让它烧成九股烧，啊，这一块烧出来的盘子，正面是孩子的画作当主题，后面就是那个老师的创作，所以是台日协力，而且都是每一块都是老师的作品，所以我常常都跟得奖的，因为得奖的作品哦，得奖者就是他的奖品就是这个每一块九股烧，哇，那好珍贵，都很贵，因为世界上只有一块，然后我常跟他们说，我说，哎，你们可以拿到这个很不容易耶，放个20年，搞不好这个老师变成是名家，你这个搞不好
不是这个价格，因为现在就已经很贵了。我们一个盘子大概都要日币大概小的话，我们有两个尺寸嘛，第一名是最大的，然后剩下就是中的尺寸哦。那我说你们中的尺寸哦，一片哦都要将大概十万块日币了，而且也要几万块台币，因为日本的工钱比较高嘛。那还有老师的一些，而且它又是一个这么知名的一个艺术品。对，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教什么呢？我们同时也在教那个所谓的九谷烧，它为什么叫九谷烧？啊，它就是五原色。那我们的孩子的作品呢，烧出九谷烧之后，就会在日本的他们的国家的美术馆，县立的美术馆，它会进行所谓的展览。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哦，你的孩子的作品，而且是国小的孩子，可以在国外的展览馆，而且是国家级的展览馆可以展览，那个是多不容易的事。可是我们透过这个计划，我们用了官方的推力，然后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国家级的展览的殿堂里面展览他的作品，然后他们展览完之后呢，当然也要回来台湾，我们的孩子也要认识他们的作品啊，所以他们再把他们的孩子的作品寄来台湾，然后在我们这边做展览，那同时也把他们的明信片的画作，我们会有100件佳作，那些就是没有烧成九谷烧的，那但是我们都会展示出来。为什么？因为彼此可以认识自己的不同。要做好朋友，就是要先认识学习别人的长处，先认识。对。那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已经办好多年了，今年应该是第四届，那它是一个持续的计划。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可以让我们的友好城市跟我们有更强的连结，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计划让我们的社会大众可以认识到我们的友好城市跟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的状态。我觉得对于日本的文化，其实台湾人都非常的有兴趣，但有时候他不管是在书籍上面看到，在一些旅游手册上面看到，或者是在网络上查到的，其实都只是皮毛。所以我们其实协会他这几年办的一些活动反而会是比较深度比较广比较深入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像茶道好了，我们以前大家就知道说就是穿个和服然后跪在榻榻米上面，然后拿一把小刷子这样刷一刷，这样就是茶道了，但其实不是这么的简单。我们其实是透过一些活动让大家更加知道到底什么是茶道。是我们其实茶道的文化哦，其实就是最基本的日本人的精神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到所谓的一期一会，你如果进到茶室的话，那也是茶语言哦。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一期一会哦，代表的是什么？我这一辈子可能跟你只见这一次面，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款待你，让你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回去。所以我们在看茶道的文化哦，其实它就是基本上它结合了什么？它有禅的意味在里面，它同时也有日本人的待客之道。我要留下最美好的给你。所以我们协会呢，其实长期以来在推动的日本的茶道，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日本茶道主要有三个千家嘛，比较大的一个是表千家、里千家跟五者小路。那这个我们协会主要推的是表千家，因为表千家在台湾非常的少哦。那它是比较还原当时千利休在战国时代，就是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时代，他所推展的一个茶道的一个最原始的样貌跟精神哦。那你就会看到说，其实如果你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茶文化，你就会知道日本人他大概为什么走到现在，他的民族性是这样子的，对，因为他们很拘谨。我们常在笑说，如果对日本历史有点认识的人，他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千利休在织田信长的心里很重要，因为他很像一个 fortune teller。你去每一次一个将军要去打仗之前那个织田信长就会跟千利休说，你让大家去那边泡个茶。他这壶茶泡得好不好，打得好不好，他就可以知道他这一个仗能不能打胜。打得好，常常他千利休一看啊，那这个没有问题了。怎么看呢？其实如果胸有成竹，他就不会乱，不会慌，打出来的茶泡他就会恰到好处。那大家可能也不知道，
这几个千家有什么差别，我们就举 表里有的不同好了。因为台湾最多的是里千家哦，表千家呢，我们在打茶的时候呢，我们的茶碗的那个泡沫它都会有泡沫嘛，打到起泡大概会留一个像弦月状的一个空间，就是它不会整个是满的，那里千家就是整个满的，那这就是我们有很多细微的不同。但是我常常在跟他讲哦，在 台南推茶道后其实蛮辛苦的，因为第一个台湾人跪不惯，我们要振作，日本的振作就是跪坐，你一跪就可能就是要跪个一两个小 小时，对，跑不掉。那你光是跪这就是一个门槛了，那再来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 同样的东西重复的做，一个动作不断的做，比如说我们那个茶勺，我们要怎么什么时候该是这样子，什么时候又是这样子，什么时候 是这样子，拿法的不同也代表你的水，你在取水的方式的不同也代表你当时的那个运用的那一个水的状态也不同，那所以有很多细节要做，但是我们的老师又不准我们去做记录我们只能用身体记，那所以这也是日本人的精神。我们常说其实茶以前是武士就所谓的他们的那个武家才能够学的一个技艺到现在当然都不一样了啦，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女士，现在已经有各种的传承的方式，但它是修行的一部分，那也代表了很纯粹的日本的文化。虽然人家常讲其实茶最早是从中国发源的，可是传到日本，它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路子出来了。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推，也希望说能够让民众能够透过这一些体验式的活动，我们当然不可能让民众来就真的学会哦，还真正加港口，但是我们也有正式班哦。那我们的所谓的体验的课程呢，当然就是你坐在那边穿得美美的，然后吃着和果子，然后我们教你怎么样有礼貌的喝一杯茶，因为喝茶也是一个学问，对，你怎么样喝得优雅，喝得不失礼啊，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有机会去做跟民众做互动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个说明的。因为其实比如说你端茶起来的手势，还有你茶杯要往哪个方向转多少，这其实都有它的美感在。这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开这种体验班或者是正式的班的时候，希望让民众从这种小小的细节去认识到日本的文化是怎么样，日本的所谓您提到的日本的精神是怎么样。茶道是一个大家非常向往但又觉得好像是躲在门帘里面看的这种感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部分因为虽然说理事长您提到的台湾人跟日本人其实长得非常的像，但光在吃的口味的这个部分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们是怎么样透过美食去做交流呢？我们之前其实我如果讲到美食的差异，我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啦，便当。台湾人便当爱吃烧的，对，日本人吃冷的，便当都是冷的，对。光是这点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几年也透过食文化，我们去做了很多就是交流上面的一个推广我们也曾经带过阿霞，阿霞的第三代就是建豪，我跟他就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那我就有一次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我们去日本我们去大阪，大阪也是很爱吃的一个城市那他口味跟我们也够像，因为他也喜欢吃甜甜的，京都的口味就很甜我说我们台南的菜也甜甜的，我们去那边应该是 OK 的我们是不是在那边我们开一个活动，我们做一个食文化的推广我们在那边找一些喜欢我们台湾料理的朋友们来学我们台湾菜那请你公布你的食谱他也很大方他就帮他的，因为他都大菜嘛，一做就十人份，那当然没办法在家庭做所以他还帮我做了一点调整，他把十人份改成四人份的一个食谱比较适合小家庭的。是，然后我们就在大阪，我们办了一个就是料理教室的一个活动，然后办了一个记者会，那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食谱的一个推广。那主要邀请的对象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们主要的重点是邀请在那边有在推台湾料理、中国料理的这一些业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求他学了这些料理之后呢，他必须要在他的 menu 上面把我们的菜呈现出来，同时要写上台南
也是在推广。因为其实你如果有机会到日本去吃饭，你就会发现说，哎，他们都会在他们的菜单上面，他也都会注记说啊，这个是从哪边来的，嗯，哎，去让大家知道认识这一道料理。那所以我们也做了一次很好的一个国民外交，我们把我们的台南一个很有名的业者，我们带到了日本去。啊，那时候其实最有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哦，他的那个要找食材其实蛮不容易的。对，因为日本人很多东西跟台湾不大一样，好，嗯，像我们要找香菜是几乎找不到，啊，后来我们就只好勉强找一些东西做替代，哦，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们光是为了去准备那个食材，能够让我们的料理是像台湾菜，能够原汁原味，是的，是到位的，呈现出来的。我们也花了一天的时间去找，然后那一天也来了几十个这样的一个业者，然后最后也有很丰硕的一个收获。那在台湾呢，我们在台南我们还办了什么呢？我们就邀请了富山县的所谓的那个握寿司的达人，他们有所谓的握寿司的协会哦，嗯，然后他们有十个老师，他过来，他们还甚至准备了他们自己的米，准备了他们自己的白虾，他们的荧光油，他们的那个他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食材，他们腌过的鱼，那个叫做那个红龟啊，但是是腌过的，然后来我们台南做那个展示，他告诉你怎么样吃好的尼基里，我们所谓的握寿司，台湾人很会吃，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吃，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这么做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很多人都讲说，哎，wasabi 是假来被小豆，哎，其实 wasabi 是增加风味的，实际上消毒的，比如说像紫苏叶，它就是用来消毒的，比如说他们在处理的过程中，他加醋，为什么一定是醋饭？那也是在预防腐败。所以很多的这个道理哦，我们透过这一次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文化的体验，我们也是在消弭彼此的认知上的一些似是而非差距。对对，似是而非，就像他们都觉得，我都常跟我的日本朋友笑说，我说，哎，你们不是吃台菜就一定要喝绍兴呢？台菜其实什么都好喝，哎，对，你也可以配啤酒啊，对不对？哈，啊，像我们的乌鱼子，我们上一次我带建豪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有把它做成什么，他们总觉得好像就要 slice， 就是切成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只能配那个他们日本叫白工嘛，就是只能配萝卜，不是耶，我跟他说其实你还可以加什么，你还可以加你们的水果啊，像你们的苹果啊，像大阪我就很建议加苹果啊，那去改变那个口味，对，那个口味它就甜甜的嘛，那你也可以夹梨子啊，梨子盛产的时候你就夹梨子啊，也很好吃啊。那另外你还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炒饭啊，对，粉末这样就要做炒饭，所以他买回去之后他就不会只是想说啊，永远我永远都只能切片，对，就是只有一种吃法，下酒菜而已，对对对，那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它的美味，不是只有一种成人式的吃法，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样的，他们也会有他们所谓认知上的误解，对，那我们也透过我们跟他的交流，邀请他们来，或者我们带人过去让他们可以认识我们，然后进而抱歉，原汁原味请来台南。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每一次的开头的所谓这样子一开始的契机，都是为了要让以后的友情可以走得更长远，所以我觉得协会这几年其实在民间的这个角色他扮演的非常的称职，而且他们也希望说可以继续的为台南做更多的事情，让日本人有更多的城市愿意跟我们台南做交流来做缔结，那我们其实也期许说我们未来台日之间的交流这样的互动所谓的关系的缔结，其实它可以更升级，就不只是只有我们目前在做的这些成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所谓这样开花结果，这棵树可以越来越茂盛，可以越来越大。我们今天要再次谢谢我们的理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要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台南向前行，我们再会。